放心，我只不过是有些不明白，这座太平城与他们而言是什么呢？为了对付我，祸及如此多百姓，他们心中难道不会有愧？你心中莫要有愧就好了。罢了，我能明白才是大事不好。将军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疫症怎会蔓延得如此严重？这太平城就是个烫手山芋，接手了还不如不接。殿下，稍安勿躁，事到如今，必须尽快想办法才是。往好处想，若是平息了疫症，便是大功一件了。哼，医仙在此都束手无措，疫症岂是这么容易平息的？罢了，来人，传令下去。此处封路，闲杂人等速速离开。那是怎么了？小姐千万莫要上前了。如今疫症蔓延，太子下令将患病者都集中在那条街，污秽得很。怎么不早说？不逛了，本小姐要回去了。赶紧烧水，我要沐浴。是。柔儿。啊。为何如此匆忙？娘，您不知道，我今天竟从疫区外经过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沾上什么东西。我当何事？不过是经过罢了，怕甚？进来坐。好吧。莫说是经过，哪怕是你进去了，娘也保证你安然无恙。我自然相信娘，可我还是嫌脏。喝杯茶。娘，没问题吗？你呀，忧心这么多有何用？和殿下的进展如何了？娘，如今你最要紧的便是紧紧抓住殿下的心，只要殿下宠爱你，杨家便是我们娘俩最牢靠的后盾。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被夫人选中了吧。别杀我，别杀我。哼，